可以好肯定同佢讲，我唔系恋童癖咯。东张西望报道一单被疑似恋童癖骚扰事件，事源有一位家长喺网上揾到一名林 Sir 嘅补习老师，俾佢十岁嘅女面对面授课，点知发觉林 Sir 嘅社交平台上面放咗大量佢同唔同女童嘅合照，仲有一啲女童嘅合照系坐喺林 Sir 嘅大髀上面，亦都有啲系头贴头嘅合照。事件在网上传开，都有不少家长报称请了林 Sir 之后遇到差不多的情况，东张西望找了林 Sir 上节目接受访问。他解释说，可以很肯定跟他说我不是恋童癖，其实是一些网民经过网民的推演啊，加盐加醋令到件事情好像发酵了。有时小朋友细个去玩的时候可能会难免有少少嘅碰撞，反映可以我同小朋友嘅关系真系去到好熟悉，大家好信任大家嘅地步咯。